Hello， 大家好，我是 Edgar， 温哥华姐姐头条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估下而家喺边度咧？呢度咧唔系呢个大厦嘅平台花园，又唔系一个公用设施，而系正正系属呢个单位自己嘅私人花园，亦系今次要特别为大家介绍呢个单位嘅。嗱，呢個單位咧就係位於喺 Richmond 非常之方便嘅地點，大廈名稱咧叫做 Camber， 係一個三房兩個洗手間，一個好靚嘅 penthouse 豪宅，而喺個下邊咧有兩個 side by side 嘅 parking， 咁佢而家開價咧係唔需要170万，而面積咧係超過1700尺，咁所以計上嚟個尺價咧係唔需要1000蚊尺嘅。我覺得呢個出面呢個露台咧，喺個成間屋裏面最大最大優勝之處，又係最大嘅賣點啦。睇落嚟咧，令我非常之心動。點解呢？喺個出面嘅室內嘅露台，當然而家你見到一啲嘅花園嘅台凳啦，咁出嚟可以欣賞海景，又可以喺度飲下茶食下早餐啊。咁如果係你咁呢個咁大成400幾500嘅尺露台，你又會點用呢？有啲人話俾聽啊，原來可以出嚟打下高爾夫球，或者細路仔中意擺張乒乓波台喺度打下乒乓波，加上咧你見嗰邊咧有一個水龍頭嘅，咁又可以種花啦。譬如話你有寵物中意養狗，其實都有一個好好嘅室內空間。你只要問到我啦，我自己咧中意擺一個 outdoor chess game。你見到好多人見到好大個嘅西洋棋嘅棋子擺喺度，咁成個棋盤擺曬喺出邊。同自己嘅細路仔啊，搞一個室外嘅 chess game 遊戲，呢個我覺得我最喜歡做到嘅嘢。咁講咗呢度咧，就帶大家入去睇下個室內嘅環境啦。由呢度入去個 patio door 打開之後咧，就係裏邊嗰個嘅客廳。咁將個客廳其實連埋個室外嘅空間咧，我諗呢個亦係成個單位，亦係全温哥華嚟講咧係非常非常之少有嘅單位嚟。喺露台入到嚟呢度咧，就裏邊嘅室內空間啦。正正喺後面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客廳啦。再行過呢邊咧，就係個 open kitchen 啦。喺 open kitchen 咧，就望翻前面嘅大嘅露台。去到呢邊咧，就係嗰個 dining area。而餐廳你望到後面咧，仲有另一個露台添嘅喎。嗱，呢間就屋裏面嗰個飯廳嘅部分。咁喺飯廳嚟講，喺成間咁大嘅屋裏面咧，呢個飯廳其實比起而家新嘅 apartment 好多咧，真係有人哋一個客廳咁大嘅。咁點解呢？因為1700尺裏面一層過嘅面積，所以令到每個空間由飯廳、客廳、廚房咧都係特別寬闊、特別大。而喺個依度咧就係、是、嗰個露台門啦，打開門之後咧，仲望到成個 Richmond 城市嘅景色添。呢、這個飯廳咧，雖然喺成間屋咁大嘅空間裏面咧係最細嘅地方，但係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大，我非常之中意。大家睇下佢個 open concept 嘅廚房。嗱，呢個係一個 L 型嘅設計，一個 corner 嘅廚房，咁啊見到全部所有嘅櫃啊，下面嘅 counter 啊，用嘅質料非常之好。後面就係用個 top of the line mini 嘅電器，行到前面咧一個好大嘅 island， 出面有一個好大嘅露台啦。招呼朋友嘅時候可以出面飲下啤酒啊，燒嘢食啊，入到嚟呢邊咧仲可以準備其他嘅食物，所以我好想像到咧喺節日啊、假期啊、開心嘅時候招呼朋友啊，呢度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嘅地方嚟。接落嚟咧帶大家入去個主人房睇下，入到喺呢個主人房咧，我就想問一下各位觀眾，你知唔知道而家公寓房大概一房嘅 size 係幾多啊？400尺、500尺？入到呢個主人房咧，佢個 size 差唔多有500尺。喺呢個主人房出面有一個室外嘅露台，咁呢個係依間屋裏面第三嘅露台啦。咁出面亦可以望到出面嘅景色，加上去到呢一邊主人房呢個落地大窗，正正望到前面，最遠望到去 Metro Town 北温嘅山。夏天嘅時候會唔會太熱啊？就算係點樣熱咧，都唔需要擔心，因為佢有佢自己嘅冷氣。再行過嚟呢邊咧，仲有一個細廳仔添，咁可以到咧朝頭早坐下睇下書，睇下朝頭早日出嗰個景色添。咁喺個環境
非常舒服，又可以啊喝下咖啡，喝杯茶。主人的套房前面首先有一个很大的 walk-in closet， 那你所有喜欢的漂亮衣服可以做个柜放在里面。过到这边手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是什么呢？原来里面这个单位是有一个 steam shower 在这里，辛劳繁忙工作之后还在这里享受。所以今天来到这个主人套房入到来，你问我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入到来之后就会觉得好像住在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里面的总统套房一样。跟着跟大家看看他第二个房间，第二个房间正正在一个主人房的旁边。入到来之后我觉得个空间感也是非常好，他很施正啊，咁所以擺床啊，擺嘢咧，亦係好好擺。呢個係個 penthouse unit 啦，所以喺呢個房間望翻出邊嘅景色咧，我覺得都係非常之開揚嘅。喺後邊咧就係、是、第三間房間，佢嘅位置咧正正就喺個廚房同埋個飯廳嘅位置。入到房間之後咧，好寬闊啦，無論你擺雙人床或者更大嘅床咧，都係絕對足夠嘅。再過到呢邊咧。有个露台门，然后打开出个门之后，出面是一个很漂亮的露台，连他第三间房都有这么好的室内空间，我觉得这个单位是真的非常罕有。这个这么漂亮的 penthouse 单位由外至内都是非常漂亮，加上呢在这里有一个叫做十分钟的生活圈，其实八分钟呢就行到行到这个 Richmond Center。 另外还有 Mineral Park 啦，可以做运动啦，游水啦，新啲嘅嚟講有一個 Olympic Oval 嘅，咁嗰度咧係有溜冰場，有多用途嘅運動室，加上咧嗰度有一個 rock climbing。 呢個咁靚嘅單位，大家想唔想知道多啲詳細嘅資料呢？可以聯絡我，我係 Edgar， 香港嘅電話係852-963-8311，温哥華嘅電話咧係604-813-8311嘅。咁我仲有一個 WhatsApp 嘅群組啦，可以裏面分享好多温哥華最新嘅地產信息俾大家。多謝大家收睇我 channel 啦，大家亦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 channel。好，下次見，拜拜。